感动，红哥，对，请你坐上你的宝座。我们征求五位美女，这是我们知你的创意哦。说明一下游戏规则，就是等一下呢，我们征求五位美女哈、哦，要轮流上台亲我们东红，然后她要猜出哪一位是她的美娇娘之女。你看我对你多好，我帮你找美女，为你谋福利。哎，不可以偷看。好，这位，好，这位美女。哦，都没有人来，我先介绍一下我们的礼物好了。幼稚一笔，这个是我们知宁特别精心准备的小礼物哦。我们说礼轻情意重，可是这个礼物可以说礼重情更重哦，是限量版的，大家等一下打开应该会非常 surprise。请赶快到我们台上一起同乐，才可以得到这个小礼物哦。好，啊，那一位是不是刚才站起来了？好，这位美女，然后哦，这位爵士美女，这位，来一起到我们幸福舞台，跟我们玩一下小游戏。好，先站在旁，好，一二，三四，还有一位，爵士美女，啊，这位，这个可以。这个可以，这爵士美女，这个可以，啊，超赞的啊，可以了啊，旁丢这里啊，慢呢，我们喜宴上就是要热热闹闹的啊，好，快点，到我们舞台上才可以拿到我们大礼物哦，这不是一般的小礼，好，来，一号，对。你刚才被点到了，赶快过来这边排队。那一桌，你们两个猜拳，快点。美女都非常的害羞，还没拍到，快点，不是就在等这一刻吗？快点，好 ，OK， 好，我们二号。二号可以选那一边呢，为了好，三号正妹，快点，是你了，他应该不会被看爆的吧？哦，刚才还有一位，是那一位啊，戴眼镜那位，在那边，快点。好，有人来了，好，哎，不能，这位，你要用比较有创意一点的方式，对，刚才亲过的不能再用了，快点。哦，好 ，OK， 一二三四，好，这位，好，快点，爵士梅。可以什么？五号有可能就是我们的 Miss Ryan 哦，来。好，这是我们五号。东红，你感觉怎么样？刚刚阿诺，是的。可能昨天太忙了，所以忘了刮胡子。有胡子的才是美女。来，我们请六号嘛，一二三四，你说六号。六号也是一个小美女。哦，六号心头皮，非常有创意。好嘞，请问我们最佳男主角东红哥。哪一位是你的美娇娘之女？一到六号哪一号？可以再一次吗？哎，已经让你享其人之福，这么多美女，你还要再一次？你不怕今天回家要跪算盘吗？猜桌我现在比较流行跪主机板按键盘。猜错吗？
马上惩罚吗？对算盘，好来，请问一号到六号哪一号是你的美娇娘？选七号。没有七号 ，OK。选七号是 Lucky Seven， 一到六号哪一号？二号。二号。二号。好。非常的好，请各位贵宾、各位亲朋好友，要不要给他提示一下，一到六号哪一位是织女呢？有人说六号，有人说五号，请问是哪一号？再给你一次机会。五号。六号。六号。五号有。五号有。确定号。好，不改，来，我们准备揭晓谜底。他选是选六号。哎，不要动，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不改了哈。不改。好，等一下你要把你所选的六号呢抱起来转三圈，因为这是你的最爱啊。对，刚才大家都给你提示了。好，来，我们准备揭晓谜底。六号是不是我们最佳女主角织女呢？一二三，恭喜你，就是我们的六号。好，那我们听到这首歌。好好好，不为难你了，六号真的是织女，真的真的。